陈奕迅暌违七年，终于再度来台开演唱会。15号首场演出，完全是让现场歌迷嗨翻。而台湾粉丝也特地准备惊喜应援，让 Eason 整个人感动到差点说不出话。而之后他也开玩笑向歌迷表示，下次演唱会只唱歌不聊天如何？没想到却引发台下歌迷呐喊，不可以！你看演唱会时间要过长， Eason 也求饶，幽默回应：放过我吧，我快50岁了。恨张学友，淘汰，什么突然叫我投胎？淘汰也不错，周杰伦，在这边开7场，然后他在香港也开7场，算什么意思？这个后辈太不懂。那今天的那个花是很漂亮，最大最漂亮的。谢谢周杰伦。就让我们虚伪，有感情也浪费，不能想到的一对，亲爱像英雄美，爱让我们虚伪，我得到于事无补的安慰，你也得到我放爱上一个人的机会。第一次来的时候，所有人，包括可能一个地瓜粥的老板娘、面线的老板，就是所有人都对我非常非常友善。这个地方给我很多很多的爱。Bye.